智慧树星球新的一天开始啦！泡泡实验室里又发生了什么神奇的事情呢？嘿，比伯比伯，小朋友们，今天我听说岛哥和摩尔要进行一场篮球比赛，想不想看呢？让我们和阿尔法蛋一起来看看。摩尔，你刚才那球怎么投偏了？哎，分明是大哥你没把球传好。明明是你。哼，才不是我，是你。不是，不是我。哎呀，大哥摩尔，虽然上半场打得很不好，但是我相信，只要你们下半场团结、合作、相信对方，一定能胜利，好不好？嗯，我们听博士的吧，团结合作才能胜利。好吧。听博士的，不和你吵了。加油，摩尔！嗯，道哥这次传的挺好的，这次我一定能投中的。哼哼，没问题。太棒了，摩尔！哇哦，太棒了！投中了！哦，怎么样？听我的没错吧？团结合作，一定能赢。嗯，道哥，对不起，上次是我不对。摩尔，其实我也不好。嗯，小朋友，其实关于合作和团结，还有好玩的科学游戏，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亲爱的小朋友，快来吧，神奇的实验正在呼唤你。我们欢迎你，快快来这里！啦啦啦啦，小朋友们欢迎你！啦啦啦啦，小朋友们欢迎你！小嘉宾李凯良，今年九岁。小嘉宾刘景怡，今年八岁。小嘉宾王彦泽，今年九岁。小嘉宾向子萌，今年八岁。欢迎来到我们的泡泡实验室，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本栏目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阿尔法蛋独家冠名播出。哦，绿泡泡，今天我们又要做什么好玩的科学游戏呢？今天这个游戏很有意思啊，小朋友们看，我手里拿的这个是什么呀？不棒不棒。这个冰棍棒，对不对啊？嗯。哎，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以我的这种体格，能不能够把这一根冰棍棒把它给掰断呢？能。啊，非常的信任我，我来试一试。没问题。哎呀，很轻松。太厉害了。哎，那么问题来了，两根在一起，我能不能掰断呢？能。哎，就有点不太相信了啊，我还是很有力量的，很轻松啊，还是很轻松。那么问题又来了。这一堆在一起，你们觉得我能掰断吗？不能。不相信我，我来试一下。试一试，加油，绿泡泡，加油，绿泡泡，加油！哎呀，看来真的是掰不断。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哎，看来这个一根两根可以掰断，这个多了就掰不断了啊。嗯，哎，我在想，我这边的这个细的，能不能掰断呢？刚才绿泡泡试了两根，我来试一下三根吧。好，三根能不能掰断？小朋友们，能。啊，很相信我啊。哎，好。啊，没问题。小朋友觉得，如果这一把的话，它能够掰断吗？可以吗？但是知道点博士，我觉得这个那么细的小棍儿，就算一把，对我来说也应该不会太难吧，绿泡泡。好，试一下。好，来，预备。哎。可以吧？好像有点难度。哎，还是不要勉强了啊！看来确实是不行，不行。哎，那这样了，小朋友可能还是会说，还是有疑问啊。你们这个小木棍儿还是有一点硬啊，有点难度。换成其他的材料，没准就可以了。哦，咱们来试一试。首先，我们白队先来吧。
向子萌，你面前的是什么？告诉我们。饼干。刘景怡同学，你面前的是毛线。试试。嗯。哎，很轻松、哦、啊！掰断以后不要浪费，放到盘子里还可以吃、嗯、啊。毛线一根，你能把它给拽断吗？试一下。哎，我觉得毛线应该是很轻松。试一试，很期待。二三，加油，加油！哎，看来还真是不行、啊。对。也有可能是女孩子力气太小、嗯、啊，我们让小伙子来试试啊。嗯，好，王彦泽小朋友先来，你面前的是什么呀？纸卷。哦，是纸卷。纸卷。来，先拿出一个来，能不能把它给撕开？嗯，哎，很轻松。你把这些纸都拿在一起，肯定很轻松就撕开了。嗯、试试。哎，哎，哎，居然也不行、啊。嗯，那这样。最后这位小朋友个子最高、嗯、拿出你面前的一张卡纸，加油，中间撕开、嗯、是不是很轻松啊？简单，我们都很看好你。对，把这一摞卡纸拿在一起，把它们一起撕开。 好没问题的，加油，预备开始，走，加油加油加油、啊、不行，真的不行啊。哎、啊、小朋友们，那你们觉得这是为什么呢？嗯，为什么这个一根小木棍，一张纸，一根毛线，一块饼干就能撕开，那么多放在一起就不能把它们分开呢、嗯、你们谁知道啊？因为它变粗了。变粗了、哦、变粗了。多了、嗯、多了多了，为什么就分不开呢？因为施加在每个东西上的力减少了。哦，小朋友太棒了，来，我们一起为他鼓鼓掌啊！非常棒啊，真是一个科学家啊。小朋友说，你看我们每个人的力气有变化吗？在刚才没有，不可能有大的变化，但是呢作用在每一根木棍上的力是大了还是小了？小了。小了，所以说作用在每一根木棍上的力就不足以把它给掰断了。对，明白这个意思吗？哎，大家真的是太棒了、嗯、来，让我们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吧。好的，一起来说，科学画画，动手动脑，细心观察，探索奥妙。好的，欢迎回来。本栏目指定产品为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牧牛奶。刚才呢，我们一起玩了好玩的科学游戏，接下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认不认识啊？拉力器。哎，玩过吗？啊，没有。哇，绿泡泡你好厉害呀、啊！这就厉害了吗？反正我觉得这个五根同时让我们这个、嗯、很难、嗯，还是很难的。我只能最多只能拉这么开了。嗯，很厉害，很厉害。你来试试啊！我来啊。知道点不是。哇，比我厉害，比我厉害！啊，但是呢，都很难，一个人很难，把它拉得很长很长。对，那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把它？两个人一起，陪俩人一起，哎，咱们俩试试啊！好，拿好了，千万别松手。好的，一二，哎，果然比刚才长了很多，是不是啊？对。那我们让小朋友也一起参与进来吧。好的，一二三，好。千万不要松手啊！果然是人多力量大，人多力量大。好，现在这样，我让你自己试试，你看你能拉多少。来，小朋友啊，你先试啊，是不是一点点挺费劲的，对吧？对。好，谢谢你们。好，大家呢想出了这个好的方法，那我再来问问你们，如果就是我一个人，绿泡泡一个人在拉这个拉力器，没有其他人在帮忙，我想把它拉得更长一点，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弹簧减少、嗯、弹簧减少。 哦是这样吗？嗯，我们来试试看。这有一个拉力器，几根弹簧啊？一根。哎呀，真的会变得容易吗？我来试试啊。哎，真的是。哎，哇，好轻松啊、哎、好厉害，很轻松啊。哎，很轻松、嗯、哎，这样我想让小朋友来试一试。好的，如果连小朋友都能很轻松完成，那就说明他们的这个想法又是很正确的啊。对，而且我们就让女孩子来试一下，尽量拉得长一点。哇，太棒了，大力士啊，来，你也来试试。一、嗯、二三，哇哇，这个小朋友的力气很大，太棒了。看来呢，大家的这个猜测是正确的、嗯、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道理、嗯、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啊？团结。哎，太棒了，最大，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好，哦，绿泡泡
我知道幼儿园的小朋友也在玩好玩的科学游戏，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好。People, people， 今天知道点博士要和小朋友们来一场拔河比赛，预备，开始！哦，哈哈，哦，哈哈，哦，哈哈，哦，小朋友还是不是我的对手啊？哎，哎呀，哎呀，哎，哎呀，好像人，啊，胜利了。看来三个小朋友真的是有一点吃力，不过三个小朋友还是不够战胜知道点博士。要是再让他们加几个小朋友，又会怎么样呢？小朋友们停，我宣布第三场比赛胜利的是小朋友们。哎，小朋友们，知道点博士有一个问题啊，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一次你们能够战胜我吗？说的一点都没错。怎么样，我知道点博士还是知道一点点的。再见。哇，今天我们一起做了很多好玩的科学游戏。哎，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他们的游戏也很有意思啊。对，好的，四位小朋友表现得很棒，他们将获得我们栏目送出的奖品。本栏目奖品是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阿尔法蛋以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牧牛奶提供。最后让我们一起来鼓励一下我们的小朋友，伸出你的手，棒棒棒，热烈的鼓掌，棒棒棒，小朋友小朋友你真棒，小朋友小朋友你最棒。